还不刷，这天天说我媳妇儿。昨日二驴的开播，球球进入直播间就豪刷，瞬间秒了榜一。因球球占据榜一，麦序上的其他大哥都比较有顾虑，所以也不敢出手，弄得二驴子也比较尴尬。我尴尬你嘚儿啊！啊！随后球球便要与二驴连麦，这个时候二驴子职业病也许有点上头了，顺嘴说。坑了一波球球。在连麦中，球球就说道，我不是为了秒榜，后面想秒我的赶紧秒。二驴子说，就这些了呗，你这意思啊。球球说，你那么说话那肯定就这些了，连个麦还得交连麦费，啥人呢？便挂了连麦，退出了直播间。在过了没有几分钟之后，球球再次进入二驴的直播间，在公屏中刷出涂鸦，说自己出去是充值去了，随便又给二驴的画了1040的数字。二驴的也算是为了给球球赔礼道歉，疯狂的为其拉关注，在直播结束之前成功破了1040啊，1040万，也正式进入了快手粉丝排行的前30名的行列。这次球球确实应该感谢一下二驴。在二驴的一场直播中，球球成功涨粉10万以上。我球姐不涨10万，那我闹心。我说一下昨天啊，我说句良心话，我在这快手上，我谁我都不怕，别在这说我怕本山传媒，我又怕球球啥的，那不应该的吗？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妈呀，不跟你们扯嘚儿了啊！太原老哥，哎呀，二驴行个嘚儿啊，这是就是。